选益生菌不要只看高菌数。包装上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很厉害的益生菌。选我，选我，我超强，我有高菌数。经过实验室的鉴定，看起来厉害的菌也许很普通。真正厉害的益生菌产品是有重重标准的。标准一，有基因定序才能看出它是不是精英好菌。我不行了。有时候菌数多也不代表在消化道战斗力强，要有超强的精英特种部队才是重点。哇，太强了吧！经过基因定序的好菌，每一个菌株都有专属的身份证明。不耐胃酸胆碱的一般益生菌，没有优良的基因定序，通常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死得差不多了。我要融化了。标准二，精英菌株因为独特的基因，不用包覆就可以耐胃酸、胆碱，有高存活率。一、二、一、二、一、二。标准三，拥有优异的定植科技，确保好菌都能驻足肠道，好好作战。让我们一起为消化道奋战吧！纽崔莱益生菌，好菌基因，强效如一。